那我上厕所咋整啊？我两三分钟就给他打发走了，啊，忍一会儿。干啥呢？磨磨唧唧才开门。不是你来干啥呀？我没事不能来呀。进来。这不脱鞋呀？啊，脱鞋脱鞋。不是你家还是这么自然呢？你家我家不都一样吗？这一个老爷们搁家是不行，你瞅着不让你造的。不是你啥时候走啊？我不走了。啊啊！你不走了？就两天。啥意思啊？我就跟我爹掰头一下子呀，我爹非得催我找对象，我就看我俩谁能赢。我不是不让你在我家住，我家阴气重，不适合女生住。你这这么巧了吗？我阳气重。你这那咋还赖着不走了？那我没地方住了，我不住这住哪儿啊？那我给你拿点钱，你住酒店呢？我不要，酒店太吵了。这大白天拉窗帘啊，打个透光。你别动。咋的了？那啥，我散光，我见不了光。不是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也不知道散光啊。我说散就散，你别管。行，这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。等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跟谁说话呢？啊，没跟谁呀。那我怎么听你跟人说话呢？哎，你换听了吧。那啥，你累了吧？不累啊。我说你累了，你就累了，赶紧进屋去。哎呀，你还挺着急的。你俩那啥，先走吧。他今天撵不走了。手机没电，我找个充电器呗。啊？对啊。你俩啥时候来的？那个，哇，surprise！